沿路这边有人在送水了，送茶水。这里是朝阳绵城一年一度的双钟文化巡游，今天这里的队伍有10000多人，总长度达到将近8公里。现在已经是到队伍的好劲好大，现场这里也是围满了人了，好热闹，马上就要到队伍的最前头了。这前面这里就是队伍的最前头，道路两边现在也是围满了观看的群众。所以你们大家这样连起来，这样连起来，然后帮主播分享一下直播间。这边就是这个双钟活动队伍的最前头啊，兄弟们，从这里就可以观看到整个队伍。后溪醒狮队。兰桂坊，等于就是现在已经是有两只鹰哥在前面了。这里是双钟行池的，啊，这个潮秀啊，不得了啊！这个。其实上面都是鹰哥的原型，当然这一面制作起来的话，我看最少也要好几万。像这一面旗帜，做起来的话要多少？有没有了解过？1万多。对，这个旗帜1万多。这个是机绣的吧？哦，机绣了。哎呀！你看你精灵哇！他没有换的，他一直就这样子的。哦，一直都是这样子，那就是手工的，不是机器的，是手工机器绣的，全部机器的啦。哦，虽然说是机器啊，但是制作起来也是不简单的。你看上面的人物都是以水浒传为人物原型的，今天还是少不了标题啊，还是少不了标题。
这应该就是一个色的。扛标旗的寓意就是要把美好祝福传递到每一个地方，就是传递美好，传递幸福的意思。标旗上面都是绣着一些美好祝福语啊，都是要把美好愿传达给每一个人。咱们去看一下图库迪套。你那没灯开啊，不行啊，不能转了。这是第三支英歌队的。有时候人太多也会造成这个网络阻塞的，所以这个我们直播没办法控制啊，大家见谅。
现在走的是东信第一套，东信第一套。
哎、欸，我走，我走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排球，好、哦。我走红桥，现在不知道在红桥要来嘞。我早上八点都来啊，早几点来啊？早上早几点来个？那个不用说。现在最后一条卡住了。啊，卡住了，卡住。他们都累坏了，都累坏又送来一瓶水，装不下了，装不下了。这只是走了三分之一，队伍只是走了三分之一。刚刚在这边已经是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了。Thank you.
吧。队伍真的是太长了，看不完啊，兄弟们，太长了。队伍的话，有将近八公里。对头的话，在一中路口。下了，给没有。今天的队伍太强了，刚刚下公交车到金叶路口，然后现在还是在金叶路口。早上我是8点到这边的，然后现在是10点了，等了2个小时，队伍还没走完。站在这里，然后追到对头去，起码要1个多小时才能追到，最少要1个多小时。
这个队伍真的是太长了，两天晚上太长了。最后了哈，这边就是最后的队伍了哈，站了起码三个小时。我早上是在金叶路口下了车，然后到现在是10点多了，站了将近三个小时，队伍才走完。我现在是要从队尾，然后追到队头去。早上的话就是在金叶路口，下了车，然后原地等待，到现在近三个小时。